盘双打林，延安林高远对阵李平庄智渊。第四盘，一个双方的主将对决是马龙对阵马特。第五盘由我们韩国著名的削球手朱世赫对阵李平。现在第一盘是由马龙对阵孔令轩。现在场上穿红色球衣的是马龙，是我们这宁波海天速机的选手。第一盘比赛，马龙对阵孔令。今年乒超联赛的第五轮比赛，在五月二十七日的第四轮比赛中，我们宁波海天速机以3-0客场轻取霸州海润，天津豪安也以3-2艰难地战胜了广东重庆，赢得了本赛季的第一个胜果。目前，宁波海天速机仍以4战全胜积8分，与山东鲁能一起继续领跑乒超联赛的排名榜，而天津豪安俱乐部1胜3负积5分。在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沈老师，您看目前啊，以之前的四轮比赛的一个赛果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宁波海天队来说呢，他基本上是延续了去年的冠军阵容，主力队员包括了马龙、延安、林高远，这几个队员相对于说他们的配合之间都已经相对比较的成熟又稳定，在排名方面也可能更加的成熟。同时呢，新加入的队员吕翔也是浙江乒乓队的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在乒乓赛场上更多看到他。是，吕翔也是奥运冠军吕林的儿子。对，是。而天津队的话，主要的队员呢是李马特、孔令轩以及我们的庄智渊，这样的阵容来看，从整体实力分析的话，还是宁波海天队略微占据上风。当然了，乒乓球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比赛中也许在排兵布阵上面进行一定的调整，或者是进行一些布局，可能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变化。是的，可以从排兵布阵上看到，今天确实有一定的变化。双打的话派上了李平和庄智渊，而之前的那一轮的话是小将孔令轩和李平的一个，就是李平以老带新的那么一个双打阵容，而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对，他们也是希望在双打这里能够抓一分，出奇制胜。是的，那么今天就看其实我觉得马特跟延安那一场是不是比较重要的一场？是的，是的，那场相对会非常的激烈。现在练球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宁波海天速机对天津豪安第一场第一局，天津豪安发球，0-0。首先由孔令轩发球。说有一次他们出国比赛啊，因为请不到翻译，还是我们孔令轩他做了随队翻译。哦，运动员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其实是非常好的。到了国外的话，因为他们经常出国比赛嘛，到了国外如果这样子口语方面非常好的话，那是一个相当占优势的一个事。是。刚刚在比赛之前啊，好多人都在觉得对在二四做孔令轩。啊，真的，其实有关系吗？其实没有关系。但是他和我们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人有关系，就是孔子。
对，是孔子的传人。对，听说好像和他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自己报告的，他说自己是孔子。那难怪小学霸之称也是有来由的。是的，是的。现在看一下马龙罚球，现在比分巩立轩领先一分，4-3。5-3，拉丢了。其实乒乓球的开局那几分是非常关键的。来看巩立轩的一个罚球。他也是经历了低谷，在之前的两三年之前吧，之前也是经历过一些比赛的起起伏伏，包括这些世界赛这些比赛里面，从巴黎，对，他遇到了挫折，但是这些年他通过自己不停的努力，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使得自己现在能够重新站在这个乒坛的巅峰，他还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是的，因为运动竞技场上的话，其实是这样的，没有常胜将军，只有靠自己的不停的训练练习，不停的磨练自己，在大赛上取得一定的经验，对，才能在关键时刻获得胜利。是的。其实我们场上看到的乒乓球运动员，每一个很小的进攻动作，可能他小时候就要经过几千个、几万个球这样子的训练，才能达到今天的这个效果。对，啊，不止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几千个、几万个的训练，其实都是延续在他平时的整个生活中。是的，是的。其实这种枯燥的训练，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是我难以想象，这种枯燥训练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这些做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是的，现在马龙是8-9落后一分，看来第一局比赛还是非常的紧张的打的。想象巩立轩还是对马龙创造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巩立轩今天可以说是马文革教练排名之上的人马。其实也是为了拼一拼吧，我觉得。我觉得这些小将就是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不会特别的顾虑特别多，他们可能抱着就是本身的心态，就是抱着相对于我是抱着输的心态去挑战，对，这样反而容易超出你发挥。而对于优秀的运动员像马龙来说，他可能准备的包袱会比那些小将更大。比赛结束，马龙第9局。
胜。1995年的时候，他才28岁的时候就和妻子到了德国去打球，辗转在德国的中部、南部，先后在5家俱乐部里面成为了签约球员。据他所说，他每年参加的比赛，当时就要每年打60多场比赛，平均每周就有一场赛事，这比国内都多。对，比国内都多。因为他当时的年纪的话，已经也比现在要局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拧下现在世界第二的马龙，但是他没有抓住，可能会延续这种一些相对负面的情绪，可能就会带到第二局的比赛中。因为像现在的话，他的一些失误就会出现的比较多，有一些也是相对于是一些机会球。是的，看看孔令轩能不能抓住自己的发球。其实对所有的年轻运动员来说，我觉得如何调整，及时的调整一门自己的心态，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我觉得乒乓球就是每球必争。是的，乒乓球确实，因为分数实在比较少，11分吧。是的。一不小心可能就被对手分了。是。是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确实，我们在大赛上也是国际，包括国际大赛都能看到这样子逆转的比分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马龙还是不能放松警惕。9-3。现在轮到马龙的发球，10-3。
这其实相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事物都是比较无谓的。林轩毕竟可能年龄上以及大赛经验上跟马龙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马龙毕竟经历过奥运会世乒赛这样子多个的大赛，第二场非常轻松的11-3就赢下了。也肯定都是在学习乒乓球的一些小朋友，才会有这样的兴趣到场上来看球。是的。这边是由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新蓝网、浙江手机台联合为大家带来的2014年度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宁波海天速激俱乐部对战天津豪安俱乐部比赛的现场直播。现在是第一盘，马龙对阵孔令轩，马龙已经2-0小比分领先。刚才可以看到，孔令轩的一个反手的，对于左手运动员来说的话，他这个反手其实角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大斜角的话，像我们平时的这个民间的，如果乒乓球爱好者在这个训练啊，或者说比赛的过程中，这样的大角度是不是比较难接一点的，沈老师？那是一定的。一般来说，这个练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就像之前你也说的，他们每一项技术训练都是要经过特别多的一种磨练。像这样的技术来说，其实练进攻那方也是比较困难，防守那方也是比较困难。所以说总体来说呢，这个平时学员多多可以学习一下这些优秀运动员的这种技术，而在训练时自己民间的爱好者也可以在自己的平时的玩球的过程中多多去尝试。有可能可以拉出这样的球。是的，我们可以在欣赏这样赛事的同时啊，看一下我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是如何的在这个什么时候球该拉，什么时候球该冲，这样子的一个不像我们平时啊，就是民间的自己乒乓球爱好者啊，在比赛中啊，不知道自己该进攻，什么时候去那个防守，这样子可以学习一下。我想这也是我们这种大赛，特别是乒超联赛，放到我们这种基层的地方存在的一些意义吧。是的，对于我们来说，确实这样子的乒乓球盛宴是真的是很难看到。是，像对于安吉县的球迷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是的，今天场上也来了非常多的，包括这边可以看到安吉乒协的，还有一些学校的，还有一些观众，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乒乓球的这样的比赛。乒超联赛的话，我们中国的乒超联赛相当于就是世界级水平的这些乒乓球比赛了。对。马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跟刚才第二局的情况非常的相似，6-1领先，甚至比刚才领先的更加多。对，说明小将还是小将，孔令轩还是没有从刚刚的阴影，第一局的阴影中走出来。毕竟小将的成长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对，也算是交学费吧。马龙的一个赛季的积分分值啊，是在第二位的一个成绩。
而2013年呢，它是排在整个赛季它是排在第一的位置。那么我们这个赛季有比较专业一个名词啊，叫赛季权衡相对积分分值。那么对于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的话，这个分值的计算啊，可能是大家听说过，但是不是很清楚它是如何计算的。我们请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的，它这种算法呢，主要是基于国际乒联最新排名，主要参照的一些因素呢，包括了选手的一些胜利、出场率、实力差距、单双打积分权重。可以说呢，这么一份数值吧，能够非常公平、客观、全面的反映这运动员的综合水平。啊，原来是这样算的啊！不出意外啊，马龙确实比较轻松的赢下了邓宇轩，3-0就赢了。我们还是期待一下第二场延安对阵马特的一个情况。再把马特招进来，也不仅仅是为了今年的乒超联赛，也是为了天津队备战2017年的全运会储备人才。马特呢是从内蒙古引进的球员，但是他并非是内蒙古人，他的打法是主要还是削球为主。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延安发球。我们在赛前的时候特别关注一下，看到我们的延安特别早出之客，特别在练连续五连球，也许就是为了和马特对阵马特对而做准备。是的，其实现在的话，我们从上一场
上一场我们对阵广东陈靖的时候，有一名削球手，广东陈靖的削球手是汪洋。那么我们宁波海天又有朱世赫，而今天的这一场天津豪安又有马特。那么削球手，在目前各支队伍来说啊，还是普遍存在的。是的。但是据我所知，这个削球手，他其实在训练也好，或者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就是他的攻削他都要学习，然后攻削结合什么时候该攻什么时候该削的这个一个时机的掌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一般来说，每个队里面每个削球手一开始基本都是不情愿的，说实在的，因为也是因为为了整个球队的一个发展吧，因为在每个地市其实都需要配一块削球，在省里面也好，比赛都要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些特殊打法，因为参加比赛有需求。对，我们在排兵布阵上的话就可以有所变化。是。哦。这样攻削结合的一个打法，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现场。对，攻守不断的攻守轮换，同时马特可能这一秒是一个削球手，另一秒就会成为一个进攻。是的，进攻人员。他的反手的话，一般削为主，一旦正手找到时机，他就能进行一个进攻。对，有时候的进攻也是为了调整一种节奏，让破坏对手的一种节奏，让他不会始终不停地在吊拉吊拉的过程中。啊，是的，我们平时打球的话，真的是不太能碰得到这样的削球手。是的。那么如果说自己一个业余选手能去练这样子的一个打法吗？可以啊，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就是在开始训练这个削球的打法。那就是练起来的过程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其实削球对步伐的要求非常高，它需要训练的人对去训练专业的步伐前后台的移动，这一点可能是练削球比较大的一个基础。哦，延安是1-4胜了第一局。看来今天马特的状态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因为延安这一局的话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或者说他跟朱世赫之前的一个训练上，延安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准备。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在哪些队员本身就拥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削球手，这对于他们平时训练根本就是也类似于家常便饭一样，他们每天训练就是会和削球的选手可能会有接触，所以说我们马特的这种削球在我们延安面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中国队原来有一名很有名的直板削球手是张谢林老前辈。那个年代的削球它是以稳为主的，并没有很多的进攻，但是现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变化以后，削球光削光稳肯定是不够了，肯定是要在这个战机中寻找这个突破点去进攻，才能够有所转机，对这个比赛局面。对，俗话说得好，被动就要挨打，在这个攻削球这个攻守大战中也是适用的一个原则。看一下，好像现在是2-1的延安领先一分，希望延安抓住刚才这样一个胜利的一个时机，能够顺利的赢下这一局。反手也是逼着马特大范围的移动脚，非常的
战略战术这个原因。其实我们乒乓球运动员都是很聪明的，因为他在打球发球接发球的一个前面的过程中，就要想好后面的一些球路的一些节奏也好，战术变化也好，包括调整心理也好。是的，这是个非常大的心理，可能有时候比他的那个战略战术，或者他特别是在世界高水平的运动的比赛中啊，那个双方又是差不多水平的这样一个比赛中，肯定是心理更加占有一定的。没错，其实像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的技术水平可能相差已经不是特别大了，比到后面拼的就是心态，如何在面对逆境时能够及时调整，以及顺境时如何放慢自己的状态，不让自己过度的情绪暴露在外面。是的，可以看到现在是马特发球，比分是6-4，也还领先2分。所以说我们一般对阵削球手呢，都是有拉吊结合的方式。如果一味的靠正手去猛攻，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体力消耗其实非常大的。如果打到2-2以后，那真的是人都得累趴下了。其实因为削球手来说，他们如果你不断的拉，对他们来说，他们适应了你这种同一种节奏。对他来说反而没有特别大的威胁，这个节奏上变化是很重要的。对，打削球打得破坏他的节奏，让他不断的影响长短的结合，小高调前冲这样子的一个拉球的一个结合，是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道路啊，毕竟是非常严厉的，对于他自己的孩子。现在第三局比赛开始了。接过来的可能就变成一个下旋球，那如果是下旋球的，你搓过去的一板它过来就是一个上旋球，这需要应对的者是头脑非常的清醒。当然了，对于他们这些高水平的来说，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反射。来，小小朋友们，请举起你们热情的双手，来对我们连安加油。再给他加油，希望在主场看到延安更加好的表现。如果从比赛的经验来说，延安确实会比马特更加的丰富，经验丰富一些。现在近两年来说，延安的出镜率，包括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是的，参加过世乒赛这样的大赛，应该。在经验来说的话，还是延安丰富一些。对。但是对于一个打法不太一样的小球手来说，延安还是必须要每球必争。是。之前的一些无谓的失误还是要避免。拍型，它拍型会相对于比较立一些的时候，而且搭拉过去的时候没有加特别大的力量，没有加特别多的旋转，其实这就是假弧圈，这种球就比较难借力，会让马特非常难受。这个球就是弧圈，它加钻，手上有突然发力的。对，从仔细观看的话，从拍型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对，包括它的发力，包括我刚才看到延安在那个拉球点的这个。处理上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对，放慢节奏，对，节奏放慢，然后落点也有
时候会打到马特的一个中路，中路的话对于横板选手来说都是非常不太舒服的一个位置，是反手也不是，正手也不是，对，可能削球手来说还稍微好一点，中路他能用反手去削，对，因为反手削的话相对来说动作比较固定一些，失误会相对少一些。这个镜头给到了延安，可能也是有点无奈，他可能把这个当成一场练习赛了。这球如果在世界大赛上没有拿下来，估计要得被教练骂了。现在5-6了。马特已经转型为一个进攻选手了，看来他真的拼了。一般看到削球手开始进攻了，就说明，他差不多招数差不多了。在削球方面，至少是已经很难取得一些，所以他有进行一个改变。是的，马特改变之后也连赢了两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还是要抓紧每个球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不能放松警惕。家乡球迷，那在我们的那个延安被追平的时候，反而还是发出了比较高声的呐喊。是的，现场球迷的情绪也被他们调动起来了。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配对其实我觉得也是想在第三场上面抓一分，至少把比赛能够拖到第四场，因为从延安和林高远的配对来说，这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但确实这一分我觉得李皮和庄智英
还不知道新蓝网的存在，那你骄傲了吧？我们有一网两台，新蓝网，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浙江手机台立体接口，互动传播，我们有全球覆盖，无远无界。我们每天有300万的观看人数，其中男女比例为53%比47%，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男女比例。我们受众的主要年龄层集中在10岁到59岁。值得强调的是，受众的主力军是由学生、IT 精英、营销公关类人士组成，这些可不是一般的土豪。我们有以《中国好声音》等王牌节目为主打的独家视频点播资源，当然，我们也打造着自己的品牌栏目。我们有高精领先的技术产品，我们有顶尖的数据存储系统，我们有领先的流媒体系统，我们有专业的音视频编转系统。我们在全媒体时代与小伙伴们共同携手，目标是共赢未来。新蓝网，我们为梦想代言。打法来看，左手配右手的会比较有优势一些。是的，在站位上面的话，相对左右手的这样一个配置会有优势一些。对，特别是在两个人的轮换，特别是脚步的移动方面会比较有优势，不容易撞。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蛮惊讶，孔令轩这样居然到二单的位置上去了，而换下了庄智渊。庄智渊的话，其实他在今年乒超前两轮的比赛他是没有来的，对，他还在德国打公开赛。现在归队的话，天津豪安的他的实力也因为庄智渊的归队而比之前要增强了一些。庄智渊也算是他也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面才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是的，那场当时他的比赛成绩非常好。是他和王皓这场对决，是输给了王皓，惜败于王皓，才被挡在了决赛门外。那场比赛，很多人在没看到最后，都一直还会觉得王皓可能要止步决赛了。所以说，他作为一个相对于年纪大的一个选手来说，在这个赛场上，还是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东西。对他的一些对于球的乒乓球的那种追求，还是值得我们这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去进行学习。是的，庄智渊也是80年代初的人。是啊，他81年，81年出生。是的，今天在场上他也是属于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选手了。是的，我们90年代90后的95后的选手今天都有。是我们宁波海天速机这边的话，延安是刚才已经第二盘双打啊，在第二盘单打已经出来过了。那么另外一名选手是林高远。林高远的情况的话，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林
高远，他是左手横握球拍，两面反交，弧圈球结合快攻的一个打法。首先这个发球的话就得了一分。跑动以及两个人的这个交流上，就能看出他们的状态非常的好。好的一个擦网球也救了起来。哦，庄智渊的情况，可能真的朋友们会比较了解一点，因为他在国际大赛上出现的机会也比较多。那么李平的情况，请沈老师介绍一下。李平，他也是和很多成名的选手都是一起成长起来的。但是呢，他是在今年的2月27号，与王励勤啊、马琳啊、陈启啊这些运动员等11名运动员吧，一起退出了国家队。其实也是年纪确实已经比较也是不小了。所以说，在没有机会取得更多的参赛机会，以及没有取得更多的好成绩之外，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另一种选择。对，但还是活跃在乒超赛场上。是的，是的。庄智渊的打法其实还是非常以速度快为主的，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速度快能在双打。他这个优势能体现出来吗？可以，因为其实双打的配对对一个节奏的变化会起的效果非常明显，类似于就是因为他要两个涉及到两个人的一个步伐的轮换，对，看这个球就是一个节奏变化，他突然我们的延安他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直线，就是通过这种速度进行一个调整得了这一分，可见这个速度在双打比赛中有多少需要重要的作用。对，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了解到延安的父亲也是北京队的教练，那么其实我们林高远的他们家他的母亲也都是为了儿子的发展而就是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因为他的父亲觉得儿子非常有乒乓球的天赋，以后开了一个球馆吧，就是以这个球馆的收入来去给儿子来训练。在双打过程中，两个人的默契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并不一定是说两个人都是世界冠军可能就打得一定能够赢，也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一定的说法。两个人的打法、战略、战术，他的默契程度，甚至于有时候的两个人的脾气秉性，在这个双打的过程中都是很重要的。对对对，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乒乓球的一加一可能小于二。是的，说吧，虽然说庄智渊的话，他可能国际大赛经验要比我们两位小将要多很多，但是跟李平的配对，我想还是比较爽的这样子的情况。毕竟从本赛季来看的话，他都是前面两人都还没有来。今天的这样一个出其不意的排兵布阵，不知道马文和教练啊，是想锻炼两位选手呢，还是想给孔令轩得到一些锻炼？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吧，就是一方面是在乒超赛场上排兵布阵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需要，而作为马指导来说，他也是需要不同的尝试来确定队伍的一些阵容安排。同时呢，其实孔令轩来说，之前所说的他是作为一个小将，他有拼的一些信心，只是他第一场的时候，你看他开始其实是拿抓到了一些机会，但是小将有利也有弊，后面两对他的心态调整就是一个比较相对于比较大的，相对于马龙来说还是弱了一些，对，但是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经验，至少回去总结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心情的波动在这场比赛中所出现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刘国栋教练没有来以后，场上都是马龙在给双打队员做一些场上指导，对吧？因为朱世赫他中文估计中文也做不了，是吧？那相对于来说，世界第二的马龙当然是当之无愧了。其实在中国乒乓赛场上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相信他的中文一定也是有一定的水平。会，他会说中文，跟他有交流，都会说中文，只是简单的交流没有问题。罗志渊之前也在我们国家二队集训，对，感觉李平打的还是比较着急，而庄志渊还是比较沉稳一些。庄志渊的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是比较明显的是我觉得李平的情绪会比较写在脸上，而庄志渊他会显得比较深，比较看不出他的心情的一种变化，像刚刚一个球失误了，像李平就会表现出非常急躁的那种跺脚啊，这个其实是大赛中比乒乓球比赛中比较忌讳的。会表现一个非常非常无奈，但这样的表情让对手看到其实是非常的长信心的。交流就从准备发球之后就开始了，不会大家会注意一下，他们在发球之前手上有非常多的动作，对，其实这些手势呢包含着转不转、下旋、侧旋等等各种发球的这种旋转，这个来说也是他们一种交流的开始，而且有时候呢很多的选手因为他们配对比较多，他们甚至不采用大家的那种比较普遍的这种手势来交流，而是用自己创造一些与众不同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一种小小的趣味吧。是的，这样子他的对手、对方的教练或者对方的运动员看到，可能也不是太明白他们这样子一个到底是什么手势，到底是一个上旋、下旋、侧旋怎么样一个变化的一个球路。对，其实发球的旋转直接决定了后面第二位选手的一个衔接，那对于他之前要是控制好旋转，那马上接上来的那位选手就非常了解他后面到底是该冲还是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是的，对于第二版的准备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对，所以现在民间也涌现了非常多双打的赛事，就是因为它存在很多的趣味性，以及两个好的选手相加不一定他一定能赢球。确实是这样，在赛中还有一些混双打比赛，也非常的有趣味性，有非常多的乒乓球爱好者愿意去参加这样的赛事。是的，是的，不稳定因素、不确定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我们今年的这个乒乓球乒超的。
场在主场的话，我们宁波海天是以3-1胜了广东诚信。那么主场的观众当天也是非常的兴奋，当时我们在场上，然后结束了以后，观众也是迟迟不肯散去，一直在场上热烈的讨论着。说明我们安吉这个乒乓球民间的这个团体啊，球迷啊也是非常众多的。对，通过这种讨论，他们其实也是在收获一个看高手打球，自己也是。是的，第二局我们延安跟高原输掉了第二局，那只要看第三局了。第三局其实双打的话，第三局非常的有这个只有7分。希望我们到时候我们的两位选手一定要抓紧每一分球。成长的道路，您觉得是专业化居多，还是就心态来说的话，还是专业化居多，还是说只是想锻炼身体这样子的比较多？如果从浙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各方面的一种因素吧。一般来说，抱着强身健体的心态来参与某项运动来说，至少是没有特别多的包袱的。如果你对，如果你一定要抱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来对待运动，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样的运动，我想这样的初衷本身对孩子的成长都不是特别有利的。我觉得运动让他变得健康，让他变得快乐，这就是运动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确实如此。延安和林高远的开局并不非常理想啊，0-3落后。要知道这一局是只有7分，现在3分的情况下，已经双方需要交换场地了。后面的几个球该怎么打？看一下延安林高远在战略战术上发球有没有变化，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啊！对，看得出他的一些想法，一些想拼的。毕竟他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当时在我们国家队也是领军人物。对，虽然在国外都是被称为中国的长青树，是有听说过，在德国的赛场上也是驰骋了14年啊。球手引进过来，在我们的乒超进行锻炼，无论是队内还是队外，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像韩国的有朱世赫，中华台北的有庄智渊，以及德国的奥恰洛夫，都参与了我们乒超的这么一个比赛。对，这
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养狼战术的其中一个。啊，这已经非常的可惜啊。他的战术也好，他的大赛经验也好，还是在跟李平的这样一个配合过程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是的，他们两个人相对于李平会比较突进的冒险式的这种打法，会比如说力量都会特别的大，而张智渊的话会相对于稳定一些。这两个人其实在打法上是一种互补，这也是非常需要的。非常期待马龙用什么样的一些战略战术也好，或者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愿意看这样的萧公的这样子一个组合的一个比赛。世界冠军了，对，就是希望能够在个人的比赛中也能有这种突破。好，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马龙大力的扣杀。可以看到，同样是刚才马龙和延安其实打法是一样的，但是感觉马龙的力量还是会稍微大一些，对待削球的。他的正反手衔接非常棒，特别是反手。其实马龙正手，对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其实我们中华台北选手的庄智渊，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是的，但是乒乓球就是这样一项运动，他对于年龄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相对于年龄要是差距特别大的话，年轻的运动员。旋转，对，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对。马龙开局非常好，5-0领先。马特的反手的这样一个反攻
到了一些，这一盘的话也有一些这样的反手反攻，还是非常的有一定的优势的，这样突然性的反攻。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轻拉，马龙的轻拉，然后突然之间的爆冲，他的变化上面啊，还是给马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对，这就是打削球。对，打削球真的要有一定的战术策略在里面，否则你一味的爆冲只会把自己累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一味的只为某一种延时某种方式不断的去某一种方式去进行保持也好，一定要不停的在调整对手措手不及的这么一个对，哪怕是捡球的节奏调整一下，去捡个球，捡球把自己节奏放慢，这也是一种调整，也是一种变化。其实我们双打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经常会两个运动员一起过去捡球，然后讨论一下，窃窃私语一下。马特连续用自己的反手得了几分？四分了。对，现在。马龙造成了一定的功能。是的，其实马特这赛季的他的状态啊，确实还是不错的。之前天津队在对阵山东鲁能的时候，马特也是出其不意的得分的。比赛很多时候技术其实真的是差不多了，但是
看到的是马特作为一种新兴的这种销售力量来说，他拥有了更多的新技术，类似于刚刚有前面的吃亏的一个过完的加钻，加钻的动作是在主食客身上是相对于少见的。同时呢，他在别的一些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技术动作有更多新的一些技术。但是呢，其实无论是他老技术也好，也是新技术也好，比赛最多还是他们到他们这个境界，更多比的还是一种心态，或者是以及是因为当时那种状态。比赛的状态确实非常好。对，所以说谁更优势，谁相对于劣势，都是难以评定的。这个只能可能是两个人交锋的时候，可以能够看出当时谁更好一些。对，从目前来说的话，马特获得的比赛机会要多很多。最后的话，对，我们应该是打三单嘛，一般。而且宁波海天的话，它的水平比较。在乒乓赛场上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拿到三单的这个第五名的机会也比较少。可以看到，马克他其实反手的能力是比较出众的，他的反手弧圈略微有一点甩拍，但这样子导致了这个球整个非常的拐的弧度非常的大。这也是其实对防守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仔细观察的话，还能看到马特在削的过程中还有倒拍的情况。对，长焦与反焦的一种变化。而且倒拍的速度也非常快。对，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那么每天以前小时候就有他们打其他胶皮的一些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平时就一直在练倒拍吗？对，就是。训练的一部分就是倒拍。因为胶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话，确实还是非常有利的在场上。对，主要是让对方造成那种不适应的感觉。对，有个措手，打一个措手不及了。是的。特别长胶的话，其实可以在民间的比赛上看到有很多长胶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对。而且长胶选手的话，在对，如果说对长焦选手不太了解，并且球路什么没有，平时没有比赛过的话，很容易就会输给他们。是的，长焦也确实是适合老年人，很多老年人去进行尝试了。作为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喜欢潇洒的打法，两面反焦，两面反焦，对，全球。对，但老年人来说，也许他们打球是享受一种快乐。如果在享受快乐的过程中，更能通过这些怪焦赢一些球，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只要老对老年人说，只要有个快乐的生活就 OK 了。确实如此。我们平时如果说可以看到一些俱乐部也好，学校里的球台上也好，确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年人每天早上很早，像我们游泳中心、健身中心都能看到他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甚至。对，这也是表示咱们浙江的乒乓球民间乒乓球运动的氛围非常的不错。11-6，第二届比赛结束，马龙的地带对阵马龙的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找一些自己的杀手锏。如果拼实力的话，确实马龙会更胜一筹。对，相信这点马特也非常清楚，可能他只有抱着拼的那种心态，其他的第二局的过程中，开局的变化还是非常奏效的。是的，包括他的老板也给马龙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对，这个是起家段。Thank you.
明显的，轻搓一板掉了短的，然后一板拉长打到底线。开局来说的话，马龙要拿下这一盘应该是非常有信心的。发过去碰过去的球都有可能是下旋，就是有时候长焦运动员发球，他发出来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个旋转，当然我这个指的是特指民间了，如果他们专业的那种级别可能又不一样，他们非常了解这出力旋转是什么。观众朋友们，加油马龙。长焦来说他的尺度特别的长，然后直接导致他确定那个球接触这个尺上具体是哪个位置，就直接导致了很难去了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旋转。我曾经碰到过一个长焦选手，一个中年的40多岁的大姐，她就是从来不跟对手去练球，她说她的尺会断，就不能打比赛了。是，之前也看到过，甚至在比赛的时候尺断了，碰到弧圈特别凶猛的那种选手，尺都被打中间一圈被打断。打这个削球手的过程还是其实是非常艰辛的，每一板都回合非常多。是的，不是能轻易就把这一分就能赢下来的。对，意志力的。现在马特可能采取更多的一种主动进攻来进行改变，把他很好的进攻没有效。小顺，这一板马特已经好多次了，就靠这一板扳手。是的，他其实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个旋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马龙回球落后。基本功非常的不错，无论他的反手和正手，不经意间就领先了四个了。说明这种正手是非常的强，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几场比赛我们的队放第一单。也不枉费马龙的教练为马特的这个转会啊，还亲自去了一趟内蒙古。是的。我觉得马特在这个变化以后，就是应该要坚持，不要，还是要坚持一下。这个改变可能会到后面再进行一种调整。其实我们乒乓球爱好者在平时的打球的过程中啊，碰到有如果说对手有一些擦边擦网的球啊，其实也不要放弃，就是擦网的球还是尽量去接，去跑动，去移动脚步。这样对乒乓球爱好者来说的话，一个提升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对，而且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成就感。这种如此难接的球都能接起来，那以后那些好接的还怕？对，是的。突然接到一球。是的，马龙毕竟在实力上还是略胜一筹的。对于也非常的严谨，有机会他可以对直接正手球。一般来说，这个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的反手就非常不错。是的，马龙其实打球他的无谓失误是比较少的。直接侧身抢回。
消遣的人，这样是一个精神确实做了很大的一些改变。更希望比赛能够继续下去，能够给安吉的观众、现场的球迷带来更多的精彩。真的是非常矛盾，一方面又希望宁波海天能够尽快的拿下这一，然后又非常的希望能看到第五盘比赛的出现。特色看得出来，速度很快，而且对版型的这个转变速度，他的突然发力非常好，而且是拍型有点外翻的，导致这个和旋转有点重，因为它本身是削的，然后变到。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确实很精彩。形状还挺有起色的，确实。是的，把这个球是弹的方式弹击过去。他的反手，他不仅可以用反胶进行一种摩擦拉弧圈，同时可以用长胶进行弹击。这弹击过来的球的质量真的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带着一些下旋球、下旋的质量，这是非常难回的。
给天津宝安带来了本赛季的一个连胜。那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下一场比赛将在7月1日对阵江苏卫强。各位观众，各位网友，今天由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新浪网、浙江帅气台联合为大家带来的2014杭州俱乐部超级联赛渤海天池之俱乐部对战各位观众，不要天津宝安以及浙江台实况频道，在7月